青年婚姻问题座谈会下午2:30在台北市林务局大礼堂举行，由师大教授钟亮东主持。青年男女参加座谈会的非常踊跃，最大的特色是年轻的女孩子占了90%以上。台大教授朱晨楼和中原理工学院教授林志行在会中就男女婚前社会准备、心理准备等问题和青年朋友们热烈的讨论。会后，两位教授并且就婚姻的演变和婚前男女双方需要注意的事情发表了他们的意见。从前我们中国的社会的家庭呢，是做单位，婚姻呢是合两性之后，结果呢就不会有婚姻问题，只有家庭问题和家族的问题。所以现在呢，今日社会呢就会产生婚姻问题了，或者婚前的问题、婚后的问题。所以产生这问题的原因呢，是由于婚姻组团的改变，以往的由父母之面的一个数字人，现在呢由婚姻当事人来主持。如何去找到一个好的配偶，找到配偶结婚之后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这个是非常复杂，尤其是择偶牵涉到复杂的心理因素。我想在座的林教授是心理专家了，请他来发表高见好不好？有些人说觉得这个婚姻选择还没什么条件，但是西方人说你买一套牛都要仔细去考虑那个牛的情况，所以事实上我觉得这个婚姻必须要考虑很多的条件，就是家庭的背景啊、年龄啊、这个教育背景，因为两个人结婚以后他的 communication 非常重要，就他彼此间的交通、沟通跟了解，没有沟通跟了解，他的爱是一种迷恋，而那种迷恋会造成很多的不幸。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因为迷恋而进入婚姻，结果迷恋破碎以后，他的整个的了解没有了，他婚姻的基础就完全破裂了。所以我觉得，对于婚前，苏格兰说婚前睁那两只眼，婚后半只眼。